你跑什么？神经病啊！哎，老婆，这个老鼠哎哎，我也会。喂，飞哥，老弟帮喝酒啊。哦。哎，飞哥啊，现在你出来喝酒，你老婆不管你了？我老婆哪还有力气管我？都阳了。飞哥。飞哥，干嘛？我阳了啊！你阳了？你说这么大声干嘛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大惊小怪的，我都阳了。现在村里面呢，不知道多少人都阳了。你傻呀？村里面那么多人阳了，哪一个人说他自己阳了？对哦，为什么？你想一下，谁第一个承认的就去散播病毒那个，到时候就是千古罪人。对哦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打死也不能承认啊，别人问起来最多说喉咙发炎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不是早就阳了吗？怎么还把他们隔离起来呀、啊？难怪你欺负大是个菜，不单讲我这是鬼吗？欢迎大家收看新冠杯沙雕圈总决赛，今天的奖品是大力神酒一瓶。接下来有请一号参赛选手彭三淼。彭三淼身高1.75米，体重65公斤，他的特点就是快，做什么都快。好，非常霸气的出场。好了，现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选手起飞李铁。起飞李铁身高也是1.75米，体重也是65公斤，最大的缺点就是怕老婆，一看就是当保安的料啊。来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啊，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中啊，这个大力神酒到底花落谁家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
恭喜我们的齐飞力铁获得冠军。王恰恰怀孕了，还是个双胞胎。真的假的？珍珠都没有那么真。王恰恰怀孕了，还生了个双胞胎。对呀、啊，谁说的？小甜甜亲口跟我说的。恰恰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嗯。恰恰，恭喜啊！啊！等一下。恭喜我什么、啊、你不是生了个双胞胎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谁说的呀？我一个大男人怀什么孕呢、啊、还双胞胎呢？谁跟你说的？小甜甜说的，拍着胸口说的。小甜甜，你说是非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？我一个男的怀什么孕？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八道，这就是证据。嗯？啊？他们怕什么？这是抗原。什么抗原？这就是怀孕啊！李飞，我跟你说，彭恰恰就是怀孕了。啊！老婆。你怀上了怎么也不跟我说啊？哦，我知道你想给我个惊喜是吧？哎呀，你猜是男是女的？我猜一个是男的。哎，是男的话放我名字，哎，放你羊。哎，对了，我羊了。哦，叫羊羊也行。哎呀，我说我阳性了。阳性。你又喝酒啊？我这是消毒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飞哥，要喝上了啊！这样也不是办法，七点钟还没到就开始跳广场舞，那怎么办啊？跟他聊一下。小甜甜，你跳广场舞可以，但是不要那么早，七点钟还没到。你能不能早点起来？跳广场舞不是早上跳的吗？是早上跳，但是不要那么早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一天不早跳，我浑身不舒服。你什么你还想气了我？